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马术的传承人。我希望大家呢能多关心阿拉个海派马术，谢谢。海派魔术啊，其实就是中西结合。30年代有很多的国外的魔术师来到了我们中国，对中国的本土的魔术冲击就非常大。那么中国的像我外公张惠初呢，就开始吸收西洋的魔术，开始慢慢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风格，就形成了海派。魔术排练是最辛苦的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嘛。我们魔术讲究的是整体的配合，魔术师和助演还有灯光音响都要配合起来，所以在排练的时候，这个要反复的练习，才能达到一个节目一气呵成。